我是毛德华，我在高铁上，我现在肚子有点饿，饭点到了，我准备在高铁上搞点午饭吃下，看下这边午饭是什么水平。我真的是在高铁上给你们拍一下，我没有忽悠你们，这里还有高铁画报，这个我们就不用看了，我们在这里点个餐，这里有一个点餐热线，一扫就可以点餐，我们点一下吧。好的，我点的餐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送过来了，这是一个香辣牛肉煲仔饭，微波现的，看一下什么使用方法，这个好像有点复杂，我感觉他应该给我搞好了吧，我直接吃就行了，不可能让我在这个操作一下吧，不管它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开开了，热气非常多，这个就是我点的午饭，牛肉煲仔饭，你只有在高铁上才能吃到的东西，给大家细节处拍一下，这是饭，煲仔饭的饭，味道还可以，然后这里是牛肉，很多辣椒，小牛肉片，搞个芝士，这个是牛肉，还可以，有点辣，不过凑合着吃，主要是我们太饿了，所以说有的吃就行。这个是牛肉，吃一下。这里是高铁上，如假包换，这是高铁窗外和我的煲仔饭。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这个花费了48块钱买的，价格不错，厉害了。